我哋都系用翻上次嗰啲噶，即系妈咪编俾你嗰啲就啱噶啦。不过你要话翻俾我听，佢角落头嘅 number 系第几页？九，第九。第九頁，你等我睇下先。九張，唔係嗱，你而家我睇睇先，一係我嚟睇翻啦。我要嘅係睇下先，我上次同你講到邊一個？應該係有一個係 follow the leader， 你記唔記得啊？第十八頁嗰、那個，我計十八，係啊。即系你睇个角落头，每一张纸唔同嘅，有啲系左上角，有啲系右上角。你揾有十八嘅嗰个，OK， OK， 好。咁上次我哋喺嗰个顶头有个 finger drill 咧，我哋就弹咗出嚟嘅。OK， 好啦。咁我哋趁而家个电脑 OK 啊，快啲开始啦。第十八页，咁咧有个 finger drill 咧，就系左右一齐弹嘅，系我上一堂同你一齐倾咗好耐噶啦，即系嗰啲手指啊，摆喺边个位啊，跟住点样去变化啊，咁样。好啦，咁我弹一次俾你听咯，由右手喺高音 C 嗰度开始，嚟多次啊。这个是右手来的，那跟着轮到左手呢，它是同一个位置同一个音，但是用左手的手指来到去弹。对了，那么现在轮到Carson你试一下咯。好，我看到你那隻应该是右手，是不是？是。是啦，那现在转埋隻左手去弹啦。咁啊，呢个冇问题啦 ，finger drill 冇问题啦。而家轮到 follow the leader 咯，我听你弹一次先，我睇下你有冇问题。冇问题，我哋可以去隔篱嗰班。
不太熟悉这首歌，因为它也挺难的。我现在再示范多一次给你看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将那个四手指和五手指其实呢就没什么所谓的，不过上次我们好像就讲好了那个高音 C 是跟书上面的四手指，所以我都会摆回四手指在高音那里的。咁你呢度就忘记咗一齐落，然之后呢度都系一齐落第三个小节，系啦，就系咁样啦。OK， 嗱。咁你可以再试多一次，首先个右手就摆喺嗰个高音 C 嗰度。OK， 咁你而家试下摆过去先。我看到你用五其实没问题，都可以的，是我们弹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第二个小节的第一拍呢，就是右手 C 和左手的 middle C 是一起弹的。是的，那你和那个左手一起啊。跟住第三个小节又翻翻去嗰个右手系个 G 啦，左手咧就系个 C。系，咁你唔好唔记得咗第一拍系有一个左手嘅 C 喺度嘅喎。你试多次。那我们现在一二三个小指一起试一弹，是的，现在轮到你。我帮你数住啊，第一个小节开始律播，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四，一，我试多次俾你听，你听清楚，然之后你要自己弹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OK， 轮到你试试啦。二三四。是的，没错了，头三个小节啱了。好，跟住第四个小节呢，它那个 pattern 改了，它不是由 C 开始了，它的左手由 G 的低音的 G 开始。所以呢，第四和第五和第六呢，它大家都是 G， 就是它的开始的位置都是 G 来的。嗰两个小节最复杂嘅，我哋唔弹住。咁我哋而家弹咗三四五个小节先。OK， 嗱，我再示范多一次啊。第三个小节系咁嘅 ，B 同埋 G， 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啊，我唔弹最尾嗰个，系啦。
你而家试咗先。最尾尾二嗰个小节咧，就系右手 B， 左手 G。嗱，我再嚟多次啊，最尾嗰个可以到你啦。唔系好啱音喎。最尾嗰个，系啱。收唔收？我读俾你听，最尾嗰个尾二个小字啲啊嘛，听住啦吓。嗱，右手系 B G A B， 左手咧就好简单嘅啫。第一拍系 G， 第二拍系休息，第三拍系 B， 第四拍都系去翻个 G。所以我头先讲成句都系得 B 同 G 嘅组合吓，佢只不过多中间多咗个 A 嚟到做一个好似 stepping 咁样嘅啫。系啦，咁你试下。啱咗啦 ，OK 嗱，呢一首歌系有啲难嘅，咁但系你都要自己尝试去练习 ，OK 好啦，咁我哋睇好玩啲嘅歌啦，就系隔篱嗰页嘅有一个船啊 ，Lightly Rower， 我哋都以前听过呢一首歌噶啦，我示范一次俾你睇，你听下先。音咧，我成日都同好多同学仔讲嘅，好似 unfinished， 即系好似未完结咁样。所以其实我哋系可以将佢改嘅，最尾嗰个，例如呢一句，系啦，咁就成件事好似唔同咗啦，即系好似系完结啦呢首歌。OK， 咁所以我哋去到最尾嘅时候，我哋先至倾你究竟想呢一只小船系停落嚟啊，定系继续撑落去？OK， 咁呢个我哋到时再谂。嗱，咁我哋而家先睇咗第一行，上次同你一起做过嘅，系啦。咁你听，你睇下弹唔弹到出嚟俾我听。
一句。OK， 好努力咁样去揾到个音啊！嗱，我再示范多次俾你睇啊。第一句嗰个右手咧，今次好简单嘅啫，今次个五手指喺个高音 C 嗰度，唔系好复杂嘅啫呢个。OK， 咁你摆咗过去先。OK， 我俾张贴纸你去认一认个位。嗱，咁现时我黐咗有张绿色嘅嗰个音咧，其实就系高音嗰个 C 嚟嘅，即系我哋 middle C 咧就系另一个位啦。我都黐多张贴纸先。高音那个在这边 ，middle 在这里，高音在这边。OK， 那我就摆只五手指在个高音 C 那里。那你刚才都很厉害，你记得有个 B flat 啦，跟住就是一手指在个 F 度。好，那你可以试一试个右手给我听先。都是 B flat， 啱啊，做得好啊，系啦，嚟多次啊，嚟多次。開始熟咗啲咯喎，嗱，咁我哋再嚟多一次，咁我哋就係數埋拍子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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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輪到你。四嗰个系 B flat， 四系啦，冇错啦，嗱咁就好准啦，所有嘢都即系第一句我哋唔使估下估下啦。好，跟住点样弹呢 ？Hands together 就系咁嘅，呢个就系四拍啦，四拍，一二三四一。二三四，听住咯喎，睇下你可唔可以试下自己弹？你合手啊？合手。嗱，記得嗰個 F 咧係要長長撳住嘅，即係唔好鬆手。OK， 一定要長按住嘅。OK， 嚟多一次。
嗱，咁我哋睇埋下面嗰句咯喎。OK， 好啦，下面嗰句系咁嘅。咁你留意一下咧，佢会系佢都系四个小节一句。嗱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就一模一样啦，做同第一同第二嗰、那个。跟住嗰两个小节就会有啲唔同嘅变化啦，系如果我哋将佢拆开两只手嚟到睇，就容易啲去睇嘅。首先右手咧就系 F A C C， 佢系 skip up，OK？、Okay? 左手就系 A G F， 系 step down。咁夹埋咧就分开嘅，即系嗰啲音系一个向右行，一个向左行嘅。咁但系出到嚟嘅效果系好好听嘅、哦。OK， 嗱呢个就系特别啲嘅新嘅一个 pattern 嚟嘅。咁你可以试一试弹俾我听下。記得睇下先，得得得得，係喎，冇嘢嘅喎。但係頭先我聽你好似撳錯咗少少掣。係啦，再嚟多一次。我想问你最尾嗰个左手嗰个音，你系弹咗啲乜嘢啊？我系弹咗 A。嗯，咁系啦，咁即系我冇听错啦，你弹错咗啦，系 F 嚟嘅 ，A G F 啊。A G F 系啦，冇错，你弹错咗最尾嗰个音啫，净系，咁你改翻佢就搞掂啦。好，嗱，咁我哋继续咯，咁即系头嗰两个两句句子我哋弹晒啦，一至八个小节，咁我哋继续咯。呢句咧，我又好得意嘅，嗱，第一头一嚿又唔系好复杂啦，系一个 B flat， 跟住右手就系 repeat G 啦，跟住嗰个好得意啊，佢系 G A B，G A B 系向上行。跟住左手就是 B A G， 系调翻转，佢出到嚟嘅效果就系好似 contrary motion 咁样，两只手系行紧相反方向。但系佢通常呢一啲 pattern 做出嚟嘅声音系好特别，同埋都好好听噶。你听唔听到？听过。系啦，咁你而家试下呢一句先，俾我睇一睇你有冇弹错音，同埋明唔明我讲啲乜嘢？你而家试下。慢慢彈啊，唔使急噶。跟住嗰個咧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等等，你個 B flat 要撳住喺個琴鍵度，個 B flat 係撳住喺個琴鍵度，因為係四拍嘅。係啦，跟住就哒哒哒。
嚟多次。你唔记得咗 B flat？ 哦，系。咗啦，冇错，好，咁啊，继续咯，得唔得先？行行呢句你有冇问题先？使唔使弹多几次？嗯，咁你弹多几次啊？你弹多可能睇下先，三次啊？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 OK 嘅，好啦。跟住就係呢個啦，嗱呢句又係好特別嘅喎，第一嚿都唔特別嘅，佢係一個左手 F， 右手係 A 嘅 repeat note。OK， 嚟嚟多次啊，跟住咧就係一齊向右邊行啊。今次佢就唔系 contrary 啦，佢就系 similar motion 啦，同一个方向嘅。OK， 咁你试下。之好啱啦，好啦，咁跟住最尾嗰句难你唔到啦，因为佢同中间嗰句即系第二句系一样嘅。好，轮到你啦。你睇清我最尾嗰个，系啦。我想问一下啦，嗱，我哋而家弹到最尾嗰句啦，你觉得最尾嗰句咧，你想嗰只船仔系继续roll 落去啊，继续咁样撑落去，定系啊，我哋可以拍埋个船啦，可以埋岸啦，停低咧？你觉得可以继续？可以继续。咁如果你系想继续嘅话，呢、这、一个位置我哋就跟翻书啦，即系话我哋系俾佢一个 unfinished 嘅感觉啦。因为这个其实就不是完结的声音来的，不过阿卡森你说想他继续嘛，那我们就我们就停在这里了，这样咯，我们不将他改了，我们跟回本书。 OK， 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整首歌学完了，那当然是未完啦，我完整这样弹一次给你听，那一会儿你又完整地弹完整首歌给我听，弹错了或者是有少少不懂的，不紧要，慢慢看清楚音弹，最紧要记得有 B flat 啊。好，我开始先。你可以彈慢啲㗎，你唔使跟我呢個速度㗎。
B-flat。F-A。等等，頭先啱啱嗰個你左手要彈 B flat。B flat。我读俾你听，右手系 A B flat C。哦 ，A B flat C。冇错，系啦，即系你唔好摆错，因为你摆错咗第一个位咧，咁之后嗰几个音你就错噶啦。右手就是 A B flat C 啦，左手是 F G A。F G A。冇错啦。兩隻手不同的，右手是 A B flat C， 左手是 F G A， 是即不同，完全不同的 B flat。唔啱唔啱唔啱，嗱，右手嚟多次，右手是 A B flat C。是你不要动，只手放在这里，跟着左手是 F G A。 是，那你就放在这里，那一起弹。我再读多一次，你而家再弹多一次，右手是 A B flat C， A， 你揾唔揾到个 A？ 跟住 B flat。跟住 C， 好，你揾多次个 A 俾我睇，你数清楚，由个 middle C 开始数上去个 A。系啦，跟住 B flat， 系啦，记住呢个位啦，唔准攞开只手，摆翻喺度只右手。弹多一次 A B flat C 俾我听，摆喺度唔准喐。轮到只左手摆喺个 F 嗰度 ，F G A， 好，跟住一对一咁样弹，由左弹到去右。
晒啦。弹多几次呢一组嘅音乐，弹五次，唔准有错。好，呢个第一次。第二次。第三次。第四次，第五次，啱晒。咁你记得咯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好啦，跟住最尾嗰句你自己嚟啊！哒哒哒。你揀咗一個嘅喎，你揀咗係啦，冇錯，啱啦。唔該曬 ，Carson， 係咪好攰啊？彈呢首歌，跟住因為我哋要 roll your boat 啫嘛，係咪先？所以梗係攰啦呢一首。好啦，咁我哋彈翻啲嘢輕鬆下自己啲手指先。前一堂咧我就教咗你有一個好似叫做 chromatic scale 嘅嘢，我唔知道你仲有冇少少印象？有冇印象咧 ？chromatic scale。冇印象。我揾紧。唔使，冇得揾噶 ，scale 嚟噶咋 ，scale 嚟噶，就咁睇住个琴噶咋。呢一个我示范俾你睇先。我揾嘅。记唔记得啊？我记得。耶、yeah ！你记唔记得我哋系由边一个音开始嘅咧 ？E。C for cat 系咪？唔系 D for dog 哦，好啊，一样嘅啫。其实好，咁我哋由 D 开始咯。我示范一次俾你睇，佢个游戏规则好简单嘅啫。所有白色嘅我哋全部用一手指，但系有啲白色系两个咧系黐埋一齐嘅，即系两个中间冇黑键嗰个咧，咁我哋就会用个二手指弹第二个白键。OK， 咁所有嘅黑键中间嗰啲呢啲黑键咧出现过嗰啲，我哋全部用三手指，四同五手指系不需要用嘅，得唔得？嗯，好，你弹下先啦，我听下有冇啲声音错误先。停一停啦，唔啱啊，唔系呢个啊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就一手指就摆喺个 D 度先啦。好，跟住三手指就摆喺 D 音向右边嗰个黑色键。好，手指弓褪过去右边嘅 E 音嗰度，跟住二手指弹 F 音 ，F 啫，唔系 F sharp。是三手指弹 F sharp， 一手指弹去 G 音那里，跟住那个三手指弹去 F sharp 向右边那个黑色键，即隔离那个黑色键，是了，一手指弹去 A， 三手指再弹多一格的 G 的黑键，一手指弹去 B，
二手指彈絲，三手指彈絲隔離嗰個黑鍵，一手指彈 D。好，跟住翻翻轉頭，三手指彈黑鍵，二手指彈 C， 一手指彈 B， 三手指彈黑鍵，一手指彈 A， 三手指彈黑鍵，一手指彈 G， 三手指彈黑鍵，二手指彈 F， 一手指彈 E， 三手指彈黑鍵，一手指彈 D， 成功啦，就係呢個啦。當你練熟咗節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彈到好似我咁快噶啦。得唔得啊 ，Carson？是啦，辛苦你啦，是啦，嗱，咁你今日咧就係兩首歌啦，第一首就係舊歌嚟嘅，就係、是、Follow the Leader 呢一首，我頭先講咗係有啲難噶嚇，咁你要俾心機去望住啲音練習。第二首好聽，但係都唔容易，因為佢會有一啲好特別嘅 movement 啦，有啲係 country movement， 有啲係 similar motion 嘅。OK， 咁我哋要分清楚，咁同埋最重要係記得有個 B flat， 因為你成日唔記得個 B flat。最尾我哋就係 chromatic scale beginning on D， 頭先我哋彈咗右手，咁你淨係練個右手就可以啦，收唔收到？好啦，咁就麻煩你可以落堂啦，可以休息啦，咁麻煩你幫我叫家姐過嚟咯喎。